汽車の中でジャンプすると過去を体験できる。ママ。我是周浩，初次见面。初次见面，我叫中村李翔。你女朋友来啦？请帮我们开小火车吧。加油！重力加速度越快，一定要注意。对不起。半年で600万、1年で3000万。それは私のせいで。爸，科学能改变人们的命运啊！什么科学啊？科学就能破坏环境吗？你想矮了是吧你？九号三系准备放弃了吗？都结束了。你将来的梦想是什么？梦想。是什么呢？